学的这种高丽菜，那土也要过湿了。你看那个土那么干，土那么干呢，可能是种植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地上都铺那个什么垫呢？那个是黄杂草的，那个是什么地板的垫呢？哇，那个皇帝豆、皇帝刀啊，皇帝刀种的比较成功。天气那么热，又没有浇水的话，很容易就干死掉，赔衣服不容易。对，他们有水龙头，有水，只要肯浇水，不用怕缺水，肯照顾又不用怕缺水。但这样煮得太干了。要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就是要有那个保湿啊，保湿的设施，上面可能干一点，下面收集水，维持那个湿润的部分，就是说那个土要有两个部分，如果用大的黑色塑胶袋的话，上面那个袋。见光了，要袋底要戳破，它上面浇水，水会流到下面那一袋，下面那一袋要没入那个土里面，土先挖洞啊，放进去，装水啊，下面那个袋是装水，储存水的，比较保湿的啦。上面那个袋子是要给底部要挖洞啊。上面浇水，水要流到太多的话，就渗透流到下面那个袋，存起来。下面的袋子上面，上面的开口不能超过上面那个袋子的底部，不然可能会变成浸泡。当雨连续下的话，太湿的话会烂掉根了。不要烂掉根，就是要这样，上袋加下袋，以底部为界限，上面的袋底部要戳破，上面浇水可能太多了，或者雨季水太多，那就储存到下一袋里面，下一袋黑色的绿色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湿，所以不用怕上面的土太干了，植物生长不容易。一阴一阳之谓道啊，上面阳晒太阳，下面阴啊，就原则上是不见光保湿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参考《易经》系辞传，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智慧。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哦，柳园国艺后，国小举办运动会，儿童节4月4号举办运动会后，这现在是大队接力了。大队接力，